主料日本豆腐两块，虾仁50克，辅料油盐料酒生粉酥炸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的材料，虾仁洗净做成泥，虾泥中加入料酒盐和生粉，将豆腐切成厚片，虾泥涂抹在豆腐上，夹在两片豆腐中间，裹上酥炸粉，不粘锅中倒入油，油热放入豆腐，小火煎至两面金黄，出锅上桌。烹饪技巧，日本豆腐从中间切开，豆腐不容易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